新东西9月14日报道，昨日，国产芯片厂商珠海市杰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报创业板 IPO 获受理。杰里科技的主营业务为蓝牙耳机芯片、蓝牙音箱芯片等系统级 SoC。杰里科技业务模式为直接向方案商或具备芯片二次开发能力的整机厂商进行销售。从整个行业来看，杰里科技的境外竞争对手有高通、联发科、瑞昱、恩大股份、德州仪器等，其境内主要竞争对手有恒玄科技、中科蓝讯、巨星科技、博通集成、富汉威、国科威、金城股份等。